爱你一天一天，想你一点一滴，终于爱你的心扑通扑通扑通的感应，翻上脸颊的红晕，是我爱上你最好的证明。爱我一天一天，想我一点一滴，终于爱我的心扑通扑通扑通的感应，当时光慢慢过去，用回忆收集每一个可爱的你。戴了这么长的胡子，你都认得出来啊？你化成灰我也认得。你不是说你是玄学绝缘体吗？这些都是你弄的？我想为你改变一下。谢谢你啊，给我准备了这么好的礼物。米杏儿，我想说，那天是我太激动了，对不起。还有。今天晚上，我陪你一起好好复习吧。钟乐，你吃错药了。你们先聊，邓布利多走了。哎，那是什么宝贝啊？这个确实是个宝贝。怎么停了？高瑞曼同学，你英语好吗？还可以，平时会看一些数学的期刊。这段话讲的是这个意思。苏格拉底问柏拉图，让他摘一个麦田上最大的麦穗回来，但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只能往前，不可以回头看。最后柏拉图两手空空的回来，苏格拉底问他为什么。柏拉图说，因为不能回头，所以不确定自己身边的是不是最好的，就一直往前走。但后来才发现，其实后来的还不如之前的。苏格拉底跟他说，这就是爱情。那，你把剩下的发我吧，我帮你翻一碗。哦，好。好了。好，你休息一下。天想你一点一滴，终于爱你的心扑通扑通扑通的感应，翻上脸颊的红晕，是我爱上你最
最好的证明。也许是那天暖暖的阳光。翻译好了。郑明，考完了，我家的火锅空调都在等着我回家。你这么开心，考得很好吧？当然了，因为有魔法书啊。魔法书？我们复习资料里面还有这个啊。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要嗨一下。哎，好哎，我觉得我们学校门口那个烧烤酒吧还不错，我们一起去啊。行啊。哦，你这大小姐那吃苍蝇馆子？与民同乐嘛，吃什么都行，好吃就行。行，走吧。哎，那个，我们要不要叫庄伯乐他们一起啊？叫他们干嘛？没事没事，我随便提的，走。别聊了，别聊了。吃烤肉好吧？哎，夏蔚然，你们也来这吃饭？你也在这吃饭啊？对啊。要不我们拼桌吧？拼桌吧？啊，拼桌。冯旭，你今天不对劲啊。你们有情况。不是说你最烦冯旭吗？什么情况？哎呀，宿管阿姨都谈恋爱了，我再不找个男朋友怎么出门？我不是说你啊。干嘛呀？说，怎么追到手的？忠诚，服从，提款机。那你不是舔狗吗？那也比你强，单身狗。哎，干杯！假期快乐！假期快乐！假期快乐！你说有没有感觉我俩像电灯泡啊？哎，是。考试考怎么样？有把握的还行。那把握多少？哎，别聊考试，吃着饭聊什么考试？考都考完了，咱们今天这顿饭就是为了咱们庆祝假期。嗯，对。来，把酒都给我满上啊！第一杯我先提啊。首先呢，要庆祝我们这个完美的度过了第一学年度，好不好？然后大家也都收获了很多，比如我和夏蔚然就收获了爱情，还有我们的庄伯乐同学，他即将收获女装。女装？女装？什么情况？大家喝酒吧，赶快，等会儿吃菜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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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杯。你们不觉得咱光吃有点无聊吗？要不咱整点游戏吧。好，真心话大冒险行不行？你无不无聊啊，人多呀。我有牌。哇，你这太厉害了。太专业了。哎呀，我不是想考前占卜一下吗？没事，我先来说规则啊。好，一共是六张牌，抽到相同花色的两个人呢，可以问对方一个问题，比如真心话或者是大冒险。哎，这可以。那如果两个都不想玩呢？那喝酒呗。对呀，来吧，我先来。啊，这么转，好。哎，来。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一刻。我是红桃十，我也是红桃。来吧，来吧，来来来，真心话大冒险自己选。要不你先。哦，行。那他不会要表白吧？你可不可以？
着歌，你抱着我睡着了，天快亮的时刻，呼吸声也靠近了，不敢拉近的体温，爱还没有